杀敌，还拿上功夫。给他个回。救我！救我回去！那叫升级了，在西沟，妇女参加了劳动，家庭地位也变了。总结的柱子，我想回到西沟去劳动。我是地里生出来的人，不是办公室做出来的人。我就是个农民，加上有你，心里踏实。这种苦，你升级了能受，可不代表大家都能受啊！我就是想知道，老百姓现在到底有啥问题需要我们解决？我想实实在在做事。不是西沟离不开我，是我离不开西沟。